是你小子，哎，你小子，哎，这应该也是我们的人。你是我们的人？是，你是我们的人？是，哇，领导来了，好累啊！我想休息一下。晨儿哥，我们聊聊呗。我觉得有点危险，看到猎物就在对面，不敢动手。 我觉得李晨也是他们的人。你是我们的人？我刚才验了一个人儿。你验了谁？验了会长了。验了会长。验不了会长。胡说！我验了，验不了身份。我验了。谁？800块钱会长就暴露了。啊，你是线索是吧？ 你用什么验的？什么线索？哎，哪那儿还有一个人在偷听呢？妈呀，那儿有个人，我没注意。这是信吗？啊！你听到现在，你是都听到了？那不然呢？你先把它撕了吧。 他我们不死，他们白动手，我们直接就指向我。